我请问大家，民进党哩安遮执政二十几年，2000年开始来到安中央执政超过14年，比国民党佫较久。这小干毋通算党国民党？顶管，这是国民党的问题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空屋的问题，我也要请教陈市长。起码跟我们展开陆战的肉搏战，他站在街口跟大家拜票，请问陈市长，街头的空气好不好？街头的空气好不好？柯真，如果有机会服务大家，我是一个敢跟中央说不。如果我们的大林油厂没有办法全面安检，我会勇敢的跟中油说，请你拿出你的魄力，不是只有罚款，不是只有震怒，你一定要要求停工到完全安全为止。我不会因为拿中油的钱手短而不敢跟中央说不。打工对不对？不要告诉我地方政府的市长跟中央是一致的，可以得到更多的经费。你需要选一个市长敢跟中央说不，南电北送的问题，安格雄够做最稳的，不是中央讲安怎，我们就要盖瓜承受。所以民进党不爱我们抬头看我们的天空有空屋，那我们低头看我们的路，跟喉咙无好不？路也不好，所以我们就是很卑微的希望，空气好，路好，很多乡亲。没机会去坐千亿盖来的捷运，他们要的不过是一个安全平整的路，对不对？因可能没机会，可能今年有机会去看烟火、看灯会，但是他们更在乎的是剩下的300多天可有好日子来过。这就是一个市长应该承担的一个角色。所以柯真在公安、在治安、在环安的部分里面，我会非常的注意。我就怕安以后安格雄的市民被你吵醒的不是我们的闹钟，而是我们的空净清洁器过度的运转，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。所以柯真老师有机会来服务大家，我一定稳定大家从最日常的生活的每一个食衣住行好好帮大家把关，这才是一个市长的高度。打工对不对？所以今天站在这个地方，吴宏特别提醒我，蔡吴宏特别提醒我，伊讲伊去对足侪人去报，去甲伊讲，因真正足想要投柯真，因真正足想要甲因的期待放在柯真身上，但是伊足惊，一个为台北来，选了就要走。伊足惊，又再一次的伤害，所以柯真今天跟特别蔡武宏说，唔免烦的，不管11月26号我们的结果是什么，我说到做到，我一定去留高雄，我跟大家站在一起，我跟大家站在一起，因为高雄即使一次不能成功，他会有2次，他会有3次。如果你认为我是个勇敢的女人，我就勇敢。我还有韧性，我有脑袋。高雄需要我们这样子的战将，高雄需要我们这些人守护高雄。高雄不是民进党的专利，我们也爱台湾，我们也爱高雄的每一片的土地。高雄的土地，高雄爱高雄，由我们共同来守护。所以我会留在这边跟大家叙，我跟大家永远站在一起。这是我们所有高雄乡亲给我的支持，这是柯真我一天给大家的回报。阿六公伯伯，所以呢，我勇敢承担，我勇敢的接续，我勇敢的告诉大家，浊水溪以南所有的我们，请大家拿出我们的气势，莫让人看衰，莫让人靠水小，大家一定要站出来投票。用我们的选票告诉大家，我们又回来了。用我们的选票告诉大家，我们靠人民的力量，我们是绝对有办法创造奇迹的。大家说对不对？我们不
雄不停电，好不好？我要高雄所有的炸鸡店、凉粉店、面包店，所有的市井小民都可以过好生活。让我们用非常谦卑的心，永远跟高雄站在一起，让高雄在我们的手上可以变得更好、更有价值。再一次告诉大家，不要含泪投票，你今天投的是你骄傲、你光荣、你微笑，因为你代表我们最正确的价值。请大家勇敢站出来，用选票来告诉大家，我们才是台湾的正道，我们是台湾的希望。我在这边请各位挥舞你的国旗，挥舞你的三指，用你用力的闪闪出我们的希望。我是我